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请各位同学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哎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有在读书吧？有啊。来讲较精彩，大家都袂拄久啊，哈！咱今啊，我恭喜大家，咱今仔日一天，明仔载阁一天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大官员。所以呢，拄只咱郭牧师讲，48个新王啊，就是征召。啊，我今仔要讲的48个成功。领导的必备条件哈，所以若要讲48个，可能两点钟是差不多啊。因为吼，我想讲，予大家人咱搁再来认识较侪，所以我甲一点钟讲一个节目，每一个节目咱讲一半，一点钟都好安尼吼。到12点，咱来研究两个题目安尼吼。咱即马头起先吼，咱就是讲，咱要做官员，该必备条件。在咱遮，大家人拢是足聪明的啦吼。不过就是讲，感谢。就是讲咱吼，要安怎做一个好的官员，要安怎来带领咱台湾人行出幸福。一条路，所以咱家己一定爱，张秘书长有讲，咱一定为咱家己开始要提升自己，那么影响大家哈。所以咱要安那，把这个咱的台湾的政府会当，予咱台湾愈幸福愈健康，予咱身心健康，咱的事业。所有的思想拢健康，所以咱有需要研究。咱这个代志就是讲，咱细汉开始，每一个人都拢知影。无就讲，知易行难呐吼。每一个人的习性拢是无同，佮而且呢，咱出社会了后，受到各种压力也好，引诱也好，就是拢会变质。讲明知嘛会去过犯吼，所以但是呢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要做一个好的官员，咱要做咱台湾民政府的好的一个官员，咱一定爱去注意足济个事项。所以呢，咱有值得咱来探讨。所以呢，咱每一个人认真，不管你会向爱袂向，你有符合。这个条件无，咱拢来深深来研究，搁而且来记伫在心。在咱无简单得到这个地位，咱台湾民政府会当去做官员的人，实在是阿公吼，受过那些才有这个福报啦吼。所以咱一定爱阿伯啊，执政的时阵，咱爱做家足欢喜。搁而且袂足辛苦，咱一定爱为即马开始，家己去注意遮事项，吼。所以呢，咱袂讲做加工吼，咱即个头路总个无外久当个无去，即嘛是足重要吼。咱无简单得到，所以咱一定爱好好的去遵守，然后好好的去拥有它，爱是足重要个，对不对？对吼，咱即马下底吼，要来研究的代志，就是讲吼，咱为就开始。这是我去印度，咱大家团体去印度探讨讲吼，这个流亡不能移转主权，这个。议题哈，咱去拜访西藏的这个喇嘛，咱去看因的情景的时阵哈，刚好足好运来去拄到哈，咱妇女
世界妇女总会的人哈，啊，所以跟他合照哈，啊，做纪念安尼哈，所以表示咱民政主妇哈，足好运，咱也未接近，咱都会当跟世界总会来接轨哈。啊，咱即马就是讲为咱这个台湾咱的妇女开始，咱所有的以前的教育，咱拢68年来拢是变质，所以妇女的使命就是讲，咱妇女除去你的天命以外，咱家己爱做，咱家己爱做的工课或者天命啦，你无做袂使，为着家己的生存嘛吼，爱你拥有的那叫天命。那么咧，你就是讲咱这优秀的妇女，咱加入台湾民政府这妇女的勇敢。啊，品质好的伊只妇女，除去家己一个家厝过了以外，阁半时间要来为咱这个社会、为咱这个政府来打拼，这就是使命。好，那么使命就是为着别人的幸福，为着别人的利益，这叫使命。哈，啊，那么使命呢，无奇不有啊，哈。因为各种方面的角度都不一样，所以讲每一个行动跟咱的讲话都有深深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。所以为即马开始呢，咱家己不管讲是妇女啊，咱男士的官员更加嘛是爱知影、爱遵守的这个条件哈。所以讲每一个人哈，伊是。不同款的，为随遇而安啊，为是讲吼，咱就是雄心勃勃啊，为是家庭型的，为是这个事业型的，咱的答案吼拢是不同款。但是咱会当来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想要来打拼啊，大概唔是讲家庭型的啦吼，拢总是有事业心的人。咱的价值观呢，甲咱的个性。咱的资质是讲你的经过，你遇到的，甲你所接受到的，你每一个你具备的条件的质拢无同，所以呢，才能来个价值观、家庭的这个条件哈，拢总是社会经验因素所有关系来的哈。咱台湾呢，民政府是和这个身心。健康的女人哈，施展哈，咱的才能的这个平台，查甫人嘛无例例外哈，因为咱大部分的人过去有做过官无？有做过官过，举一下手一个，无嘛哈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予咱挑战成长的机会哈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今后哈。咱是要提升家己，防患未然哈。每一句话，咱一定讲话，拢一定爱斟酌。咱即马出去，袂使讲凊彩讲讲的哈。啊，过去有一句话讲，咱虽然无做家是皇帝，但是讲君无戏言呐哈。所以咱出去每一句话，咱讲拢爱有负责，所以才会当达到人的钦佩哈。所以讲，咱即马。所有的积极行动，拢一定爱得当，而且呢，做一个在职场中吼，会当奔驰一片天，卖讲你占有一席之地，搁而且吼，逐天苦闷愁人吼，安尼就真歹过。所以吼，要了不起的女人吼，是。话是讲啊，外表足水都会使哈，而且呢，持家你一个管理一个家庭，会当管理真好，会当做一个贤惠的女人呐。啊，但是咱这是古社会奉行的讲是，查某人无德无才，便是德啦。啊，咱即马唔是啊，咱即马新时代。一定要有才能才是德，吼！所以讲古社会安尼就会使，咱即卖会愈来愈进步，啊！所以咱的女人争取到的权利，
咱的重担嘛是愈来愈多。不过呢，咱爱适应环境，才会当伫这个社会，吼、哦，啊过了真袂歹安尼吼，袂安尼足无助嘞吼，较袂讲啊啊，即马这个社会安尼，咱过去都大厝煮饭啊，翁都趁顿啊食，即马是安那，查某人大部分拢负担家庭生活，这是安怎？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的因果，所以呢，查某人应该跟查甫人应该要分工合作。在美国跟日本，哦，我伫日本三四十年往来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因是男女工作有分开，咱查甫人讲主外，查某人主内。不管你时代进步到什么程度，查甫人一定要负责，就是赚钱。查甫人负责，家庭的打理，小孩子的教育。无论你是讲即阵现代的妇女啊，一般的家庭，从三对都有两对会离婚，所以这个离婚率非常高。妇女爱担当。足济个责任，也要做老爸，也要做老母。查甫人也要做老爸，也要做老母。所以咱规个台湾的社会，因为无分工合作，没有法律规范，所以规个囡仔拢歹去。无奈嘛，无法度的代志。但是即卖查甫人阁愈可怜，如果若无资金、无背景、有学历无稀罕咯。找不到头路，查某人颠倒较容易找，所以大部分拢是查某人在分担家计啊。安尼来讲，这个社会吼是绝对足痛苦的，每一个人笑袂出来，吼、哦、你有感觉无？每一个人笑袂出来的同时，咱台湾的人的礼貌阁无好，教养。从小时候开始，是大人嘛无教咱这個，是大人足歹过，伊无时间甲囡仔笑，囡仔嘛袂笑，大家吼拢乌银拄白银，这是足痛苦的代志，嘛是足可怜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咱为什么爱上这课？咱一定要从我们开始，咱爱来改革，一定要让这个社会以后非常祥和，非常快乐。要快乐不简单，不是为人有钱就会快乐，一定要整个社会来配合啦。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思想若无正常，你到处都会碰钉子，你绝对快乐袂起来。你透早起来，人美国人哈啰，大家拢哈啰；日本人、俄亥俄、台湾人拄到你，甲讲熬早，伊个看者讲，这唔笑诶。我含伊无熟悉啊，你少少嘛，哦，差足济呢吼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学好咱的规矩加礼貌，从家庭开始，吼、哦，咱为家庭开始。咱家庭后一节咱就讲啊，要安奈来教育囡仔吼，为囡仔开始来改革。但是咱那阿扁也讲来讲啊，咱都。无法度，予咱拄到咱要做官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无做官，咱即马着是爱恶报，爱恶报，咱甲咱家己做好，咱才会坐久长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望像王金平讲，啊，趁37年啊，还佫袂够开，咱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已经用袂了啊，吼、哦，咱毋免学像伊安尼吼，一定爱做官，做一世人做甲。老苦苦安尼嘛无需要哈，咱嘛是爱栽培少年的起来，咱甲基础打好，甲少年呢，为女人开始，从家庭开始哈。啊，咱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哈，要拥有自己快意的职场人生。你爱踏入职场的那一刻，你就注定讲你是告别平凡。你袂使讲像较早讲啊，咱逐项代志讲凊彩就好安尼吼，所以吼、哦、成就辉煌的人生，女性吼、哦、仪态万千，谈吐一定要
优雅。所以讲，即马去呢，我拢建议咱每一个学员回去，一天上无少三遍行，看我有升大官无安尼吼。一定爱家己看，甲讲我安尼有升，出去人唔只会尊重你，唔只你会看讲你是大官，无你若阁讲看做菜市仔说吼，啊我看。安尼，咱要办代志就较歹办吼。人若讲吼，肃然起敬，你有那种格出来，你有迄个素质出来，一定你要讲话就较好讲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即马讲话办事，外貌气质要并重，美丽跟智慧要集于一身，做一个新的查甫人啊吼。所以讲，查甫人嘛无例外啦吼。啊，若像讲这安尼，拢西装吊吊吊吼，这出去都升大官啦吼。啊，咱是讲啊，上课三工真啊足辛苦，大家拢穿较轻松的，那个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讲啊，咱若讲伫一般的场所吼，公共场所，咱出去咱一定爱注重，咱绝对袂使去伫即个公共场所来穿迄个休闲服啦吼。咱休闲服是讲你若伫公园啊，吼，运动那就没有问题啦，吼。所以讲出去，咱嘛是一定爱，让咱的亲戚甲朋友看到讲，这个是着大乐透还是吼，食了唔对药安尼吼，伊才会主动来问你，你即马是安怎开拢增加税安尼吼，咱就有该广告的这个机会啦吼，他自动会问你吼，这个。这个就是我全世界哈最钦佩的女人的偶像啦哈，就讲咱一定要从她看起，哈，所有的咱的女性，那会当学到伊的精神，我们在台湾民政府做大官，一定会做甲足好，安尼好不？向她向她看起啦哈。所以咱爱一定爱蜕变。人讲查某人十八变吼，咱卖十八变就好啊，咱三十八变啊吼。因为做大官吼，唔是十八变就有够啊吼，咱爱变较侪咧吼。伫工作的脚步吼，的脚跟再到优秀，这是一个女人吼。咱初初来适应做得好以外，要做得更棒吼，这就是蜕变的过程吼。同时呢。爱不断的自我发展，自我超越，是自我吼修炼的过程啦吼。所以吼，咱爱克服一切的困难啊！搁再而且吼，这是事业的成就，因为咱这是使命，为着别人的子孙，为着别人的幸福来打拼，这就是事业，这就是做吼。咱佛教讲啊，做功德。要做到很愉快，那么咱就是讲，绝对唔是干那金钱会当来衡量啦。所以讲，咱在职场上充满波折，时时处处拢有可能遭到暗伤啦。因为尤其台湾人啦，咱那是伫日本吼，可能无这个情形。咱台湾人吼，六十八年来教育。斗争的心理哈，非常恐怖啦！你时时刻刻拢会吼边的人，甲你中伤，啊，甲你暗杀，吼，无也得啊啦！但是一支嘴就挺好，甲你杀掉啊！哈，所以咱一定爱去注意，有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明枪暗箭呐，有可能是你家己疏忽，你家己。的行为思想，家己无去检讨，引来的这个灾害哈，所以这咱拢一定爱去注意。有可能是，你若家己无改变哈，袂当去阻止别人。唯一你会当改变家己，必须磨练自己的棱角啦。讲眉眉角角，咱啊家己一定爱去磨啊。袂使吼，安尼四四角角，咱若讲角角会伤人，不但人会袂爽快，会含你对立以外，
就是咱家己嘛是会去伤到别人，所以这拢一定爱注意哈。所以这个棱角呢，一定要磨掉哈，要适应环境，提升自己来应对。你一定哈爱学会应对哈，这会当练的呢。我初初拄啊结婚的时候，红妹吼拢也要好尔。啊，人哦，阮的厝主讲，啊，你这有够无路用的啦。啊，你敢那养好尔，你袂用甲印哦。我讲啊，要印啥？经过半点钟才想到讲，啊，拄啊那甲印对一句就足好啊。唔过迄拢过时啊，已经去红妹到底啊吼。所以恁每一个在咱阿未执政进前，你要具备很多条件，自己来训练自己。一定要来注意这些事项了哈，所以讲哈，咱哈一定要谨慎去对待，有很多禁忌是你家己要远离，足侪禁忌一定要远离。哈，较听下咱的比论到真侪的例子，你一定袂使参与的些事项。对民枪案件哈，你真清楚去认识。进而果断而避免危险。啊，你若是讲生存的智慧有啦吼，做一个快乐的达人。所以你若是讲人安怎甲你攻击，你安怎应对？所以你嘛是袂去受伤，嘛袂感觉痛苦。所以你会当伫迄个职场上做甲真好势，佮愈久长。所以咱讲。秘书长敢讲吼，咱永久唔免退休对无？啊，你那是家己退休要安怎？是咪足无彩？所以就爱注意这个事项啦吼。咱这人甲人吼，人讲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啦。啊，是非特别多的是啥？台湾啦，我行过的所在，台湾的是非是上多啦。尤其台湾人吼，无爱听好话啦。没有弘扬好事情，你看电视吼，讲愈歹，收视率愈高啦。大家拢爱听八卦，啊，听八卦就足侪人爱讲八卦，互你听，因会当得到他们该得的利益。所以咱一定爱注意，一定要改变哈。所以形象是咱的资本啦。第一个形象是咱的外表，哈，这。咱的端庄一定比浓妆艳抹吼，搁再较适合。爱水啊，无能力吼，结果是可能想而知，是切记不可蓬头垢面呐吼。咱吼，我拢讲迄个陈文茜吼，即马较无遐严重啊吼。逐摆出来我拢讲，哎，迄个哪像爱拄啊去用强出来安尼吼。这个头毛是安尼破甲安尼吼，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吼，啊，伊是名嘴啦，所以吼无相共。但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你一定袂当蓬头垢面啦吼。这个出来是真歹看吼，嘛无像一个官员啊，所以讲这拢一定爱注意。做家务时可以不修边幅啦，住伫厝嘛，唔免讲一定增加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逛街的时阵袂当简单。对，无要紧。踏进工作大门哈，咱一定爱护家己形象，呈现出恰到好处这个状况，塑造好的形象，就是咱家己树立金字招牌啦。吼，为讲政治招牌，你若信用足好，迄个做政治招牌啦。吼，啊，咱的金字招牌比政治招牌还高级。以诚信来待别人哈，打动别人，别才能风平浪静，咱的浪静，较袂有风波啦哈，啊和平的相处，吼，咱甲咱的同事同心，卖干那嘴讲讲来讲啊同心，啊其实拢想家己的尔，想自己的利益，一定会有风波。如果咱的身边的人，你若看到以他的立场来讲话，咱拢袂甲人冲突啦吼。如果若是讲真正冤亲债主作多，啊，都无法度的，咱就是一定应对能力要好，要忍辱啦。忍耐、忍辱，
日久见人心，就是讲最清习得先，总有一日他会更尊重我们，但是你不会因为他早期退休啦，哈，早期退休就减领真多啊，歹势哈。啊，所以讲哈，咱即马哈，在服装方面哈，咱嘛是爱适合咱自己的品味。端庄是一定的哈，咱一定要端庄哈，啊，曲线把自己扮成哈，顺淡素安尼嘛，无需要啦哈，忙增加安尼出来安尼，恐惊死安尼哈，安尼嘛是无需要啦哈，就是讲要一定要降低啊，顺淡素安尼你颠倒哈，讲了钱，互家己较歹嘛，无需要啦，哈。啊，所以注重咱的形象，不会让自己的实力减退啦。哎，知道好马不会，不要配那个不好的马鞍。哦，咱一个人水水，啊，为人足端庄，每一个人拢水无同款尔，拢是有水的所在啦。所以呢，你袂使去配。嘿，衫裤穿落，佮看着女排安尼吼，安尼就自己减分，吼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，你爱懂得自己怎么样打扮哈，才能让相信这个价值，永远忽视形象哈。古人讲吼，这个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啦哈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希望都是才华洋溢。能力出众，雄心壮志，把自己奉献给台湾民政府。那台湾民政所有的人民能够过得平安、快乐、幸福。所以呢，咱在各种方面都一定要去费心一点哈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形象，像咱比较做寡戏就好啊。人生是戏，那么每一个人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？你今天要做皇帝，你一定要穿皇帝衫出来；你要做奴才，你得穿奴才衫。那个是很重要，因为阮家、阮爸爸跟阮哥哥做布袋戏，所以对一身红啊，穿对一领衫吼，就是变什么？他是什么角色？所以。一个人的形象啊，是你塑造自己的一个格。你伫这个人生的舞台上，你要做好哪一个角色，足重要的哦。为天生出来，咱就是要，吼，像咱秘书长夫人安尼，出来就是要做第一夫人。没有第一夫人，他就甘愿不嫁。哇，这你甲看，他就非常特殊。我一看到伊就讲，哎、欸，妇女总会你来做比我更恰当。伊讲我啥物拢袂做，我想心肝内问几啊遍，拢讲伊啥物拢袂用做。我想啊，你是要来做头家娘了？啊无，你来遮拢讲，逐项拢袂用做，是变呐？到拄到我想了足准嘞，吼、哦、来做头家娘。但是头家娘没遐好做呢。宋美龄有好做无？扮演的角色比蒋中正。他还有智慧，还有才华，对不对？所以女强人呢，咱外口讲，咱这查某人，尤其咱出来即马遮吼，会敢讲咱做女强人。但是女强人是讲你的家世足好娘娘，咱一定爱做一个强女人。实质上你是真正足牛的。唔好做一个，敢那是外表加架势，会压死人，让人家有压力。何况诶，女强人，咱一定爱做一个强女人。尽管哈，咱诶强势，仅限于心态，不是姿态。人人要力争成强女人，只有如此，咱才会当独立，咱才有自信。成就家己啦，不妄图改变环境来适应你，
而且改变自己，适应环境，才会当得到上司甲咱的同事甲下属的欢迎。所以一定吼，你一定要恰当，卖讲吼熬熬甲吼，大家拢惊你安尼吼。我看咱家己都爱回家吼。哈，无强强噶吼，啊上司也惊你，啊部署也惊你，同事也惊你吼，所以拄拄啊好就好哈。咱若熬，无一定讲爱架势，爱在语言上非常强势，互人眼色看呐，吼。所以讲一定要谦卑，我们讲话要有礼貌，一定要尊重别人。无论他是你的部署，伊是较慢几百年嘛吼，所以依咱的台湾民政府的伦理，就是讲先入啊先排，唔是讲你较敖排伫头前啦。咱即马阿袂讲去淘汰或是去调整，拢先入啊，像我这先入啊嘛，后壁入啊比我较敖的迄有够多的啊。啊，所以讲先入啊，先带领是华丽比较根深而已哈，唔是讲我条件我就比人比较好，所以爱较谦虚一下，唔通讲哦啊，我排头前我就有够敖，安尼会去惊死人哈。啊，美貌是每个女人哈，固然拢会当，查某装啊足水会当征服男人，这个是哈免讲的，一定会有诶哈。但是引起你若增加超过，增加无所不及哈，比你的长官超过水。有时候你的长官你爱看啦，那无修养的长官，你逐天装逼伊较水，你包死的。有敌意的时候哈，你一定哈，这个竞争力让你拥有竞争力而已。啊、你要提升工作跟素质，因为女人的吃醋哈是比查甫的较严重啊。啊，咱老师讲的哈，所以讲，咱一般像我就好啊，我就是伤爱水啊。我去到对哈，查甫拢足疼我的哈，查某会看我哈，拢会甲我批判。所以哈，我的姻缘跟查甫的较高，啊，查某的哈，那跟我同事的哈。我拢穿了伤水啦，共剃着喙须啦，吼，拢红排斥，所以你后摆若撞到啊，若撞到我无要紧啦，穿比我愈水我愈娱乐啦吼。啊，若是普通一般的吼，你表现比较好，穿比较水，就是有禁忌啦。所以讲这眉眉角角拢爱注意啦，哈。啊，咱若是讲。提升你家己的能力甲素质吼，比你增加超过水有较好啦，较稳定吼。所以讲吼，在职场上，咱一定爱安稳闯出一片天。绝对，你伫对一个单位，人家缺不少少你，你就是坐了就稳的。你若讲啊，这个团体内底吼，加你伫遐吼。阶段呢，啊，阶未平静呢，无补于事的时候，自己就要注意的啦。所以，咱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，而且家己嘛没有去路，吼、哦，这拢足爱注意的哈、哦。哦，这是我第二个偶像啦哈，嘛、哦、是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妇女第二个偶像，咱就一定爱学这个啦。不管学会成、学袂成、学久就会成啦吼！啊，咱将来的平台也是，那么咱也甲日本邦联来联邦起来吼！啊，咱的地下可燃冰，咱的石油有够侪，比中东较侪吼！咱将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。咱的社会地位在世界上哈数一数二的时候，我们的妇女、台湾民政府的成员，我们就在世界成名有所表现啦啦，的机会啊，安尼对不？恁有自信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来学伊学编啦吼，等咱啊做好个啊。足好过诶时阵吼，我们在世界的平台上吼，
占有一席之地，咱就会当好好来表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非，我讲有人的所在，就有是非，有恩怨啊。这个恩怨的所在呢，吼，我们避免介入争斗。那么你就是只有被牺牲那份呐，哈，或被淘汰的可能。如果一个团体，咱爱注意，如果是非有，我们尽可能去把它圆融，咱无迄个能力讲袂当，我们一定要避开，不要卷入那个风波啦。吼、哦，为人足好心的嘛，会插嘛，像我就足爱插的啊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人小拍拍干咧，规头面查甫拢唔敢去占，我嘛去占吼、哦。啊，卷入吼、哦，啊好，加在我心底底，无我就去用木一个搁较大个吼、哦，卷入风波以外，还要会受伤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。在我们台湾的社会，哈，是非争斗是非常多，所以咱为咱家己做起，尤其若讲有上高级班的，我拢有讲这个课。从我们开始，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同心，绝对不能没有分裂的变迁，咱绝对卖有是非，卖有对立，卖有争斗，每个人拢一定爱有慈悲。的心来对待别人，卖讲自私自利，绝对会有争端啦吼。所以讲，咱无简单，得到比金钱佫较重要。诶，这个职位，真正这个事业是非常非常诶有价值。那么，我讲一个简单的比例，你今仔日来台湾民政府，你今仔日。吼，像我比较讲，我拄啊赴会到去美国，这个开会，我甲八十个内底，大概我翕有五十个相啦吼。啊，后摆啊，咱也知影吼，像咱的各美国的律师好，我就甲伊翕甲足水的。啊，迄个国务院的一对阿母，我就甲伊翕两张。后摆啊，阮阿孙的吼，乖讲，你看我阿妈呢？跟美国的国务院的照相呢，吼、哦，还有 CIA 的嘞，嘿，一个一个阿伯啊，咱的孙无一定比咱较高，大声捌讲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他们来都有签名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是唔知影，秘书长对的都拢知啊。迄张相呢，会当指引你的子子孙孙啦。为什么我要做这個？我就有这个理念，因为安怎呢？阮老爸老母少年吼。伊中医嘛，看病唔捌咧摕钱，红包嘛无咧收。阮小弟咧选举拢唔免包红包啦，拢唔免红包就当选啊。人讲种啥物因，得啥物果，我认为讲，这是咱会使讲吼，一减二果，忙啦减辛苦。咱修行的人讲，你爱付出，绝对无收入。咱这后摆会收入，佫会当做善事。安尼有足好无、嗯？真正无当搁找个呢，吼、哦。然后你得到的社会使人肯定的地位，这种子孙、子子孙孙呐，人若捌你的子孙呐，大家拢是甲你疼惜，绝对会的。是安那，我即马行出来，人会疼惜。我去到对一个机构。人迄个西雅会就摆几啊，当我去出台请因妈妈，随讲来你做会长，我讲我开也要做，我拄啊去办尔，都有机会。那么为什么民政府我在这边？我感觉我的本本，我学医的，我也不是政治人物啊，啊是安那来到总会，我甲秘书长聘嘞，你卖我做官，我不爱做官，吼，爱讲啊无做官就好啊，做官吼，啊来妇孺会，结果总会长嘛。不止啊大呢，大到我家己有压力啦吼。我感觉吼，应该是爱予别人做较适合安尼啊。我是啊，较有机会啊，就尽量了嘛吼。家己表现安尼啦吼。所以我感觉咱的社会地位是保障地印力吼，子子孙孙，唔是讲你赚偌济钱，存几间楼啊厝，才会当地印子孙，迄拢留袂掉子孙。一句话，有时啊，共当者囡仔都拢无去啊，
但是你这张相吼，阿妈这张相，阿公这张相，到近啊，大人拢要捌你。哦，像我日本研究所的我的所长，伊呢阿公做清朝的进士，到即当今台湾只有一个进士，伊若讲出来，大家拢该敬礼。啊，伊做的功德第一家子嘛，因子孙还佫伫日本研究所以外，即子孙后伫代表处、新埔伫代表处，后生伫美军内底，所以。做出来的你的善事、善行，影响你的血脉，这是不是讲啊？话拢讲迄个做迷信呐，有因就有果，绝对的，这绝对没有骗人哈。喜怒不形于色，就是讲爱控制你的情绪了哈。女性要克服感情用事的习性。努力去，理智去控制情绪哈，告诉自己先平静，啊，了解你的情绪再说话。你静落来后，这样讲话，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把你的门关好。咱的嘴就是咱的门，爱嘴关也好，袂只讲咧，讲出来拢会失败哈。你怒气冲冲去找同事、上司，理论可能无法沟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咱若情绪咧无好，你碰到事情要去找上司，爱看一下上司即马有闲无，伊的情绪有好无，无讲咧愈歹。同事嘛同款，咱一般唔是讲咱民政府做官的安尼尔，一般社会咱跟人家相处。都是一样，哦、所以这每每各各讲各各会伤人啦，吼、哦，嘛无会伤家己啦。咱这大家拢知啊，但是做袂到啊，吼、哦。咱若一看到代志吼，较紧就走咧，就咧讲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谦虚是美德啊，但是过于谦虚哈，会让人家感觉太虚伪啊，不能担当，虚心是正是嘿正确的，而且过度的谦虚哈，会演变成为一种自卑啦。所以像即摆吼，我拄到咱民政府咱的很多同心吼，哎呦，你来拜托来做一下会长，来做一下副会长，哎呦，我袂向进，我袂向进，过度谦虚也不好，爱勇于出来服务，吼，就是讲买，我有迄个信心，想要来做。一定嘛会做了真好，因为每一个人无讲伊拢有经验，啊，每一个人就是无讲出世出来，你都拢有做过什么代志，都是要靠学习来的，有心去学，大家拢会。吼、哦，你讲做总统的，敢有做过过去做？大家拢嘛唔捌做过，像捌做过总统，对吧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连这个总统这块嘛是去学就会呀，吼、哦。啊，卖讲咱即马做的是较少的官员嘛吼，有心想要来做，一定会做好些哈。所以讲久而久之哈，侵蚀掉人的信心，让本来优秀的人才哈，一无进展，一无所得，不必自己不要逼自己一把哈。你若家己无小可勉强一下吼，真正是袂进步啦。家己勉强一下，如果这个工课你做袂起，人家做三点钟，咱来做五点钟嘛会起嘞。所以一定要有信心，磨练自己，吃苦一点，一定能够达成哈。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啦。你若逼自己就，哎呦，我哪会这么熬？吼，像我即马安尼，我就感觉我奇怪啊，我以前吼。白起来讲话，规个面拢红红啦。阮的监督，我西雅会会长的时候讲，没有关系，我写草稿给你，我站在你的旁边，你一定行。啊，白起来唔知道要讲啥，面拢红光光。啊，只有想讲自己的话了。草稿嘛，唔知啊要安那看吼，啊比比错咧，吼啊巩固吼，铁固吼。人讲要电视台做节目，我嘛要来。啊，坐咧都一直甲铁了关系吼。即马吼面皮吼，枪支拍袂过，讲无好，我嘛是爱起来讲啊，这就是勇于突破
啊，自己肯努力的哈。啊，所以讲即马虽然吼讲了足歹吼，有朝一日您一定会学到我口才真好。您要相信无？相信哈。天，咱的天真甲坦率，咱若是讲吼，坦率固然是好，可以避免不给别人有机会可乘，啊，容易被人家打败。你若是想过，我拄拄啊，咱就讲号做，南部人啊啦吼，去住台北吼，人拢讲迄号做南部人啊吼，啊，咱有啥物拢讲啥物嘛，阮同学吼。台北住较久啊，叫来讲，阿祖，你安尼，逐项拢讲讲的，人都知影你几鸡毛啊。我讲，无要讲安那白菜，我也袂晓啊。莫讲安尼啦，我安怎嘛学袂晓？人阿妈问啥，我就讲啥咧。到尾啊，我就感觉到，有的人真的你不能跟他坦白讲。啊，我讲讲的吼，真正受伤累累啦。哦，人要给害足紧啦，所以讲坦白很好，但是有一些不能坦白的，你也是爱保密，个人的隐私，吼、哦，无人会甲你提来做画饼。你今仔哇，我今仔去离婚啦，我给了偌济钱，连刚刚伊提起来甲你做画饼啦。其实那个也没什么啦，人都是有话通讲，吼、哦，尤其台湾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台湾人，我就是讲，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成员，咱为即马去，为咱家己去，咱绝对无啦，吼、哦，咱卖有安尼啦，吼、哦。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，所以讲女人呐、啊，咱即马虽然行出来哈，有别人即马目前足侪人嫁到老公好的嘛，啊，有的人像我是囡仔介好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嘛未使讲，衣食无忧，靠生活不见得是永远不变的了吼。一切都可能成为过于云烟吼。只有靠自己的工作，你的本来才会有保障。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吼，为人是讲安怎呢？有头无尾啦。徛出来一阵啊，讲啊，嘛是啊，阮老公趁我用就好啊，吼，还是讲阮囝我用就好啊。这样子，将来有朝一日，不一定你又会受到困难啊。所以，讲咱家己靠家己，既然有这个机会甲福报，对吧？我们就是要学习努力往前走，不要间断，安尼好不？要捍卫、维护自己，咱就是讲吼，咱一定爱家己保护家己。你对人无一定爱对你有义啦。尤其即马即个社会还没有改革好以前，我们都非常危险呐哈。而且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哈，你给了人家好处，人家不定就能。手下留情，善良是很好，但是并非在任何场所哈都是幽默的。在对面对不同的人时，你就是采取不同的策略。哦、所以讲这种的策略呢，是时时刻刻都要有的。人有一句话讲：见人讲人话，见鬼爱讲啥？爱听。爱讲伊爱听的话就好啦吼，安尼才会当甲伊相好啦吼。啊，见到鬼，你若讲人话吼，伊听袂落啦。啊，见到人，你讲鬼话，伊嘛听袂落。所以我们要适可而止啦吼。咱到即马为止，差不多讲十几个即个要件啦吼。啊，因为即个时间的问题吼，咱一摆讲一部分得时间够啊吼，是吼。啊，予大家人休困一下，咱确定阁来互相研究、来探讨。感谢大家。